大家好哈，我们马上呢就要进到这个帝国大厦里面了哈。帝国大厦其实在八月底呢就已经有开放了，但是呢今天是9月2号，我们这个 GAMIC 哈，纽约的这个咱们说呢，纽约市旅游局组织的这个专门给这个专业导游的啊，专业导游的这个团队，你看到所有的来这儿的导游呢，我这边的哈，你看到全都是带有执照证件的啊，都是带有执照证件的哈。这个呢，咱们说呢，你这个是专业的一个导游会哈。我们这个证件呢，是你要先取得了纽约市的导游证，但你有了纽约市导游证之后呢，经过人家的面试和口试之后，你合格的，你才能够加入人家的协会哈。比如大家呢看上了这个是我的哈，这个就是我的执照哈，这就是我人家委员会的执照哈。你看到基本上所有的人呢，都是有这个执照才能参加哈。你包括我们这边这个老大爷，你看他那上面那个绳跟我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哈，跟我这是一模一样的哈。咱们说呢，这个呢，我们这个协会呢，是代表呢整个纽约市官方的这种导游媒介。那今天我拿一个中文跟大家，你看看很多人，你看所有人带的，你看看都不止一个执照，都有至少两个执照以上啊。所以跟大家讲呢，我们是官方的这个 GAMIC 的协会会员。所以讲呢，今天呢我们是来这边呢，到这个帝国大厦呢，给这个帝国大厦重开呢，我们是今天有这么一个项目啊。咱们说这个帝国大厦呢，也可以说是整个纽约市啊最知名的地标建筑。你第一次来纽约一定会来帝国大厦啊，所以说这个帝国大厦的登顶，尤其是它登顶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整个大厦呢是从1929年到1931年，大概在410天左右之内完成。在那个时代呢，并不像我们现在，你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先进的机器、起重机啊之类的。在那个时代啊，你呢只能是靠人啊，肩扛手爬，一层一层往上修。所以说呢，也是付出了很大的人力，才把这个大厦呢，就是说建起来啊。帝国大厦的名字呢 ，Empire State Building。它这个帝国不是大英帝国，也不是美利坚帝国，它是代表纽约州，因为纽约州的别号是帝国州。美国50个州呢有50个称号，其中纽约州的就是别号就是帝国之州啊。所以呢，这个帝国大厦呢是代表我们整个纽约的啊一个知名建筑。我们很快呢就会呢进去了哈，我们很快就进去了。另外跟大家说，如果你还想来美国做导游哈，首先呢，尤其是像纽约市，你必须要有纽约市导游的执照，没有执照呢是可能要不会被罚款的。另外，在现在这个疫情呢，你看现在像我都是这样子哈，我现在带的团呢，基本上全都是讲英语的团啊，也是本地团，可以说呢。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呢，你等于是要和一些本地人，虽然我已经在纽约住了20多年了，但是和人家土生土长的我们不能比啊，我们不能比啊，但是呢我们可以跟人家学习哈。好了哈，我们现在开始，一会儿到里面再给大家做讲解，谢谢观看。
Thank you.
So I'll give you an idea what it'd be like if you're standing. The longest shaft in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goes all the way from the lower lobby up to the 80th floor. There are two of them. They did that on purpose to make sure that if the service elevator ever went out of service that goes all the way up, they would have one. That is a little vertigo. This is sound that it doesn't. Yeah, I felt that. Sorry, I can't ride with you the rest of the way up, but this is what my dad was. Well, that's what I forgot to give you a hug.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帝国大厦80层了哈，你们看到的这个金顶呢，这个是呢，咱们说呢，这个是大都会银行的总部哈，上面呢是这个金子，当然不是纯金做的，是贴金的哈。
另外呢，你们看到呢，我们这边呢就是哈德逊河的河谷，对面呢就是新泽西了哈。在我们远处有一个小岛啊，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那个呢就是这个咱们说呢自由女神像所在地。我们正前方就是被雾，就是说被雾给就是遮住的那个最高的建筑，那个就是新的这个咱们说呢。新的双子楼，以前的双子楼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在911的时候已经毁掉了，现在这个是新的世贸商业世贸楼的一号楼哈。另外我们这边呢就是整个这个曼哈顿区了哈，大家可以看到呢，由于这个帝国大厦是很高的哈，所以你看到呢看到底下的景观呢也是，但还是看着很详细哈。我们这边看到的呢，那个尖尖的呢，那个就是呢咱们说曾经是帝国大厦的这个竞争对手啊，洛克菲勒的那个克莱斯勒大厦啊，克莱斯勒大厦，它后面的那个桥呢，我们说就是59节桥啊，又叫做皇后大桥，因为它是连接着曼哈顿区和皇后区的。在我们现在这边呢，能看到一个像火柴盒一样啊，就是这个我给你们放大建筑物，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联合国大厦啊，这个是联合国大厦。边上这个呢是 K 大厦啊，边上这个是 K 大厦。好，咱们继续往前走哈。那个大家好哈，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在这个帝国大厦的86层了哈。这边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观景台哈。我跟大家说呢，由于疫情的原因呢，整个观景台呢还没有完全的开放，所以你会看到有的地方呢现在还是有护栏不能打开哈。但是呢这个呢会随着疫情在纽约市的减轻呢，会呢越来越开放，而且现在呢120层的观景台呢仍然是在维修中，所以说呢没有开放。今天呢我们这个 GANYC 哈，我们的这个呢纽约市的这个帝国大厦的这个旅游团呢到现在呢就结束了。我们呢现在是在86层，在我们的这个远端绿绿的这个地方呢，那边呢就是中央公园了哈，那边就是中央公园哈。在这个帝国大厦上呢，你基本上呢是可以看得到呢整个这个咱们说呢整个呢这个就是说呢整个的这个曼哈顿岛的风景哈。我们现在呢带大家呢在这上面呢走一走哈，在这个帝国大厦上呢看的还是蛮清楚的哈。今天呢风还是很小哈，今天风还是很小啊，天气呢也还是比较虽然有点阴，但是还是蛮舒服的哈。那个大家好哈，今天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我们这个帝国大厦的这个今天的游览呢到此结束哈。给大家看一下呢，这个呢是我们那个帝国大厦一楼的哈，你看到这个 Empire State 帝国之州哈，就是纽约州的代名词哈。你看到这个在它的右上角有一个小星星哈，我给你可以放大一点哈，那上面写着奥尔巴尼哈。奥尔巴尼呢是整个纽约州的州府哈，我们纽约市呢只不过是纽约州的一部分。你看到底下这一块呢就是纽约市了哈。这个帝国大厦呢可以说呢是我们纽约市的骄傲，现在呢已经开始慢慢恢复呢对外营业。有几件事情呢还是要跟呢咱们的游客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呢每天的人流量是没有限制，但是你进到里面之后呢每一个轿厢里面呢最多呢只能有4个人，而且呢要这个脸朝这个犄角的方向站立，这个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哈。另外跟大家说呢，如果说呢就是人数比较多，有可能呢你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这个呢就是现在整个这个帝国大厦啊对这个就是说游客的要求哈。你只需要戴口罩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戴眼镜和手套进入到帝国大厦，你只要戴着口罩就都欢迎进入哈。希望大家呢
有机会呢还是来我们这个帝国大厦哈、啊、来看一看哈、啊、如果你需要我呢带你们来帝国大厦呢来游览一番，我也非常感谢，因为帝国大厦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这个里面，尤其是当它在这个建立的期间呢，这里面故事就更多哈、啊、有机会呢我也会给大家呢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今天关于这个帝国大厦的游览呢就到此为止，感谢大家收看，谢谢。